可注意到拒绝甲的理论，使徒保罗鼓励铁撒罗尼加举行公司以他们的传统基督教信仰天需要的。保罗所说的因此兄弟站得快速和持有的传统，你被教导无论是词语或我们的书信二铁撒罗尼加。2:15教训的美丽的基督教是坚定的信仰，扎根于圣洁的圣经。基督徒都要小心，不要招待错误的教导其缺乏基础的经文。无论如何，有趣的教学可以生音，没有人应该自娱自乐吧，除非他可以验证有圣经。此外，儿童必须上帝也要小心，不要错误的每一个口头上的引渡作为真实的上帝的话。祷告，亲爱的上帝呀，请让我的脚下降，从而帮助我保持公司教导有的验证在圣经。不要让我成为沾沾自喜你的话了，但帮我遵从你的指令，因此我可以繁荣。给我的礼物鉴别力的精神，这样我可以保持公司的真相。在耶稣的名义，基督我让我的请求。阿门。